爷爷，您这边请，这里办理一下入住手续。这位先生，我们酒店可是很贵的，你要不去隔壁招待所看看？你眨什么眼睛啊？这一看就不是我们客户嘛。没事，我就住这儿。哎，老爷爷，我来帮您办入住吧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可没小费给你。嗨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没有小费我就不是门童了。欢迎光临。小鱼小鱼，你又惹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老板指名点姓要找你。找我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让你赶紧去找他。什么老爷爷？这是超凡酒店的董事长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继续干门童的，以你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完全可以胜任副总这个职位。副总？